求求你，谢谢你送我这条围巾，我真的很开心。不会啦，你开心就好，开心就好。我答应你。什么意思？如果有一天我心里面的那个人走了，我一定第一个让你住进来。搞定。耶！乔琪终于肯让我追了，太开心了！我拿到红花马第一名了 ，yes！ 耶！搞了半天还是后补。什么？你说乔琪让阮世子当候补第一名，然后嘞？不但这样，我还看见乔琪主动去牵阮世子的手。啊！你说他们两个牵手了？走。一个是天上的仙女，一个是地上的烂柿子。上帝啊，人跟水果是不能相恋的，这是乱伦呢、啊。我倒觉得是上帝叫你放弃乔琪的暗示。哎。我绝对不会这么快就放弃的，我不可能让这种悲剧发生，你说对不对，泰哥？哎，超猛，你阿妈的事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每次只要一住院就要10万块，而且这次又不晓得要住多久。我这里有2-3万，安少你呢？我只有2-3千哎。不用了啦。我自己会想办法搞定，你确定？没有问题的，来喝。哎、欸，你们现在怎样？喝酒有两个人喝，排挤我是不是？好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我居然握到乔琪的手，实在太幸福了。会不会以为我们是情侣啊？哇！不对，那如果他明天问我这件事的话，要怎么办啊？我要怎么面对啊？Wilson， 我觉得谈恋爱是世界上最甜蜜的烦恼。Wilson， 你也应该去谈恋爱。雷娜，我好幸福哦！阿总，哎，今天晚上在外面有点事情，会晚点回来，有什么事情就打给我，好吗？好，慢慢的。哎，世子。早安，乔琪，早。你看，我带你织给我的围巾，哎，好看吗？超好看。谢谢。那我先走，拜拜。拜拜。心跳练得好快哦，比马拉松还刺激。哎，杜伟伟，你上乔琪来上课啊？是啊，小子你不错嘛。你还知道我女儿一向是吃软不吃硬的，你用围巾那一招算是用对了啊！真的吗？我昨天晚上还看着她抱着那条围巾睡觉。哇，好幸福的围巾哦！你说什么？没有没有。想到那条围巾是吧？那你还得多加点油，我女儿不是那么好追的啊！赶快去上课吧。对，拜拜。哇，连杜北北都这样说了，那表示我真的有机会追到乔琪喽。可是，万一他知道我是风华饭店小开，我就死定了啦！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，绝对不行。8、2、3，等一下，乔，乔。爹，
世子，你要不要先吃饭啊？毕竟罐头是配菜，馒头才是主食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我这一罐是特别为你买的，所以我一定要把它打开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看，是软柿子就是软柿子。放下，放我，这谁打的？我的你。拍的，都去啦！哎，是我在跑到旁边的。哎，准备是我先看到的。跟我去。你闭嘴了！你大太太跟你们去哪啊？你侬我侬乐稳大赛，冠军奖金20万。哎，超梦，我们去参加好不好？这样妈医疗费就有着落了。哇塞，这比赛乱挣点的，有的心有的拿奖金。一定很嗨哦！这比赛规则不简单哦。怎样？他说把对方抱起来亲，然后中间不得中断，看谁亲的最久。放心啊，我现在开始绝食，我们一定可以赢得比赛。辛苦你了 ，baby。哎，好了啦，比赛再亲吧。乐吻大赛，如果我能跟乔琪一起去的话。乔琪，坐下，跟我参加，只要赢了，不用冠军奖金，全部都给你。停！对不起，我不会跟你们去参加比赛的。是啊，哦，好吧。乔琪说不会和他们一起参加比赛，而我呢，又是候补第一名，那就是说乔琪会愿意和我一起参加喽。那个乔琪，乔琪姑娘。你知道这场比赛考验的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考验的是男人的背力，也就是说，只有背力最强的男人才可以跟你一起比赛。软柿子，我知道班上只有你有资格追乔琪，不过不知道你的背力好不好。我看就把这个罐头打开吧。展现一下你的实力。嗯，这个，怎么样？打不开是不是？你不是说你要买给乔琪吃的吗？赶快开啊！我就开给你看。看来是我来吧，乔琪姑娘，看好了，帅！乔琪姑娘，这种比赛还是需要我这种强壮的男人陪你一起参加，而不是后面这个软柿子。嗯，安少，我不会跟你去参加比赛的。啊？但是我不是针对你哦，基本上我不会跟任何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缺钱，而且我对这比赛没有兴趣，所以不会参加。哎哎，乔琪，乔琪，好不容易有正当的理由可以跟乔琪接吻。哎，世子，我想你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最好没有呀。小了你，嘘，我安少哎，被我把不到的妹。学费，我应该没有缴学费才对啊。可是的确有个男生来帮你交学费，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好像叫什么柿子的。软柿子，